和斯菲亚梅加诺杰俄战斗的时候，斯菲亚从我这里得知了永恒核心的事。后来，又在月球上调查了我的记忆。大门已经损坏，按理说现在应该没有人能接触到永恒核心才对啊。或许是利用了他自身拥有的超越时空的能力。 有报告称，火星也遭到坚冰的猛烈攻击，现在无法抽身来支援我们，而且肯定还有办法，可以继续战斗。佐丹，你这样子还怎么去战斗？你这身体状况。 He came from a blazar at the center of a distant galaxy, a giant with an unwavering sense of justice. Eliminate a future kaiju threat. Before Ultraman does. Prepare to launch the armored kaiju Earth Carol. No time to waste. This is a story of the people united by the same will to protect the Earth and the battles they face together. Ultraman Blazar. I've got this. SH Figures 来了，这就是成品可动手办的造型与涂装的力量。 SH Figures 布莱泽奥特曼，谢谢你。我们找到母体斯菲亚的弱点了，这里面有弱点的相关数据。 只要破坏胸口的核心，就能让母体斯菲亚彻底停止活动。靠现在的战斗力，不对，以地球的科技水平能办得到吗？绝对不可能。但是，如果是奥特曼的话，可是奥特曼们不也没能打赢母体吗？所以我们得帮助他们，和奥特曼一起战斗。那我们要怎么和奥特曼们交流作战计划呢？ 我就是，我就是德凯奥特曼。有个问题，你必须回答我。明日舰队员，我看你最近身体状况不佳，与你是奥特曼这事有什么关系吗？看来是有关系。 加入这项作战计划，有可能会关系到你的性命。作为你的长官，我不能轻易答应你。那都不重要。这是如今我们应该为地球去做的事，不是大家一起决定的吗？我还没同意，不同意。 我可没有同意，你难道不知道，你可能会因此而丧命吗？我不会同意的，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魏千夏，为什么？为什么你什么都不肯对我说？
不说我怎么会知道呀？总当你一直独自一人战斗，一人承受痛苦，可是我，我却什么都不知道。你错了，魏千夏。相信我，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孤军奋战。加入精英胜利队以来，不对，是从我加入训练学校以来，你就一直陪在我身边。是你，还有大家的陪伴，我才能一路战斗到现在。不用担心，这次我肯定也会赢的。走吧。正因为是伙伴，所以才打心里不想让他们担心吧。在训练学校的时候，我记得明日舰队员的成绩是最差的，比别人迟了一年才开始训练。光是追上大家，他就已经拼尽全力了，我都看在眼里。你总是一个人私下里努力训练，所以我才觉得这支队伍需要你。龙门队员是纵观全局的天才，桐野队员是坦诚待人的天才，而明日舰队员，你是勤能补拙的天才。看样子，你们真的是一支优秀的队伍了。那么，龙门队员，你的作战计划是什么？猎鹰和猎隼的修理进度还不错，但纳斯蒂斯号无法作战，特拉菲扎也只是勉强能动一动。请看这个。中居然是特里加奥特曼！耶，成功了！不好意思啊，你简直是……你们都没想到吧？是邹大非要让我这么做的。我反对过了，先不要生气了，来吧，微笑吧，微笑吧。能不能正气一点？没想到被你们扳回了一局。那好吧，这项计划我批准了，由你来负责指挥，龙门创首。代理队长。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魏千夏。猎鹰原本的计划是一架无人机，所以驾驶员的舒适度差到家了。别小看地球和平同盟训练学校宇宙开发科的人。精英胜利队出动。收到。来了，你可千万别跟丢了。收到，麻烦你来掩护。
交给我吧，奏大。 集中攻击母亲的核心！是。
这里是……我这是怎么了？我是……我到底是谁？让万物合为一体，全宇宙所有的生命合二为一，消除悲伤与争斗，让个体保持自我。纷争和悲剧的未来是无法避免的，融合一切，变得完美无缺，升华为完美的生命体，这才是真正的未来。未来只有一个，未来只有一个。合一，万物，未来，完美。不对，我绝对不许你擅自决定我们的未来。失败是常有的事，错事也没少做。但是不管多少次，只要每次能纠正回来不就好了？无法避免悲剧的未来吗？如果遇到，那就从悲剧的身上跨越过去。我们有这个觉悟，向前方，向未来不断前进。让生命合二为一，我绝不允许让这种事情发生。这个宇宙里有多少生命，就存在多少种可能，以及多少种未来。正因为存在差异，人类才能进步。属于我们的未来，由我们亲手创造。我们要描绘的未来，不允许你来暗示。
谢谢你啊，德凯奥特曼。你成功了，走吧。嗯，到头来战斗结束之后究竟要干什么，我还是没有找到那个答案。但是从今往后我还会像现在这样活下去，相信眼前发生的每一件小事，因为他们都与自己的未来紧密相连。这不就是你的答案吗？走道，走道，鸣人将军，走道。我身上的斯菲亚也全都消失了。真的吗？哦，是真的。这样的话，未来的宇宙肯定也会恢复和平的。是，太棒了！成功了，走道。能和你们并肩作战，我是发自内心的感到骄傲。啊，你们快看！那是返回地球的宇宙飞船。是在飞船吗？真的吗？你看，真的不见了。哦，石子，赤狼也和你在一起吗？哦，嗯，爸爸，妈妈，朋友们，各位，欢迎回家，欢迎回家。If you have nowhere to go, would you stay and master the Cosmo Beast style? Cosmo Beast style? Continue your basic training to understand your true strength. That's why you must commune with a Cosmo Beast. Learn to control your emotions when you fight. Beam Spirit Crane Strike! Tim Water Snake Strike! Let's both work so we can be accepted and bond with Cosmo Beasts. We're in this together. Could it be? I am Vulcan, Admiral of the Magma Invasion Army. Anyone who wishes to die, step forward. Just you wait, Vulcan. Vulcan! Please, I need to get stronger. Will you train me? We want the Cosmo Beast Fighters! From planet L-77! Fists of Fire for Peace! Juggernaut Charging Buffalo Strike! The strongest fighting style in the universe ends today! I am the Grand Master of the Cosmo Beast Style! Regulos of the Red Dragon White Tiger Fist!
みんな、楽しんでくれたかな？チャンネル登録すると動画の最新情報が届くんだって。君の応援、待ってるぞ！